家好，我是电竞女团的 Kiwi， 耶，非常开心，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真的是非常重哦，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哎，欢迎我们的亚洲同声，大家好，大家好，耶，一期的各位大家好。好，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右手侧呢，是我们的一期女团，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典威，就是台语的电话。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维维。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颖哦。好的，再来是我们的香鸡宝。Hi， 我是香鸡宝。Hello，Hello。对，非常开心呢，因为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主持人 Kiwi 呢，要先跟大家呼吁一下。请大家一定要先下载我们的一期 APP， 现在在看我们电竞霸收看的朋友们，请记得先下载一期 APP， 因为才可以搜到我们家完整的独家内容哟。如果还没有下载一期 APP 的朋友们，赶快赶快手刀去下载啦。好的，那今天呢，想要问同神，你今天来到现场是有什么目的的吗？没有，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教这个女团，我的游戏的实力。游戏的实力，游戏的观念是这样的吗？没有，其实主要也是跟他们分享一些，就是实况上面工作会有一些困难之处啊，或者是怎么赚钱啊之类的吧。可以考女团们的临场反应嘛，对不对？对的，对的，类似的。那想再问一下，就是同学，你觉得就是在我们这样子就是一个女团里面，请问哪一种类型是你的type？没有，我先不，我先讲一下。零零三正在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零零三，零零三。我小心讲话。我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 style 是比较，我比较喜欢成熟型的。成熟型的。身高不能太高。身高不能太高。身高不能太高。站起来看一下。站起来，站起来看一下，就比一下是不是？看谁的头特别突出。那个李维维应该快170吧？170多。170多，这样不行，这样不行。model 身材，同神 model 身材。我又不是那演，我不是 model。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啊，我说我自己啊，就是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然后身高不能太高。可是，优生学很重要你这样也对啊，为了下一代。对，为了下一代美好未来啊，台湾不能等待，对不对？发育台湾不能等待，对啊，也蛮有道理的吼。对。可是我觉得出去的时候，你不觉得很怪吗？就女生压力很大。你喜欢那种，我知道了。统神是喜欢那种小鸟依人型。没有，你也不要小鸟依人，你也不要小鸟依人那么小，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对，你可以移到他旁边，刚刚好。还在维维旁边，改依偎在李维维旁边。这样子，依偎对 ，OK 了 ，OK 了 ，OK 了，在座的都很漂亮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四位请坐。好啦，那因为今天统神也来到我们现场，想问一下我们四位女孩儿，就是对于我们统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统神非常非常幽默，不管讲什么都非常的好笑。我觉得这种男人真的太吸引人了。喜欢幽默感的男生，对。现场朋友们，你有没有在看？典威喜欢幽默感的男生，好不好？赶快笔记抄起来，荧光笔画线。来，第二位，777777，啊6666，啊现在6666，777，我是喜欢777，我是信仰的，信仰的，我信仰，我骄傲，对。你看，现场有很七，信仰有777，香鸡宝呢？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我一开始不太知道，我只有听过这个人。我知道了，他现在是紧张。没有，他刚刚还跟统神要签名你怎么私下这样？你看到他刚刚要签名我们怎么都没有？不，我很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说，因为我通常录影就是去到处录影嘛，对不对？对。有一些就是年轻的妹妹，他们会说，第一眼很胖啊。还好 hold 住了。hold 住了 hold 住了，可以了。对，那个聚宝盆有没有？都躺在这边。可以了，好，智慧。那最近啊，就是统神有跟我们一个非常知名的 AV 女优拍了一个影片嘛？对，是正常的影片。正常的影片。正常的影片啊，正常的影片。虽然有一些肢体上的碰触啦。我。不过。003，零零三。在台湾应该是合法的啦 ，OK 的。合法的，是不是？好，那因为呢，我们等一下要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在哪里呢？来，大家赶快来，那个镜头帮我 focus 这边，只要等一下帮我们留言，我们以下家具还敢翘起来啊，冰鸟
就可以有机会抽中我们这两项 TT 的电竞耳机跟 TT 的键盘滑鼠组哦。是很想要吗？赶快赶快在我们的留言处留言，还敢翘起来呀、啊，冰鸟！哇，没错，真的是非常大方哎，整个是电竞组的哦。好不好？大家赶快赶快帮我们留言。这个不便宜哎，因为那个原本的键盘滑鼠加耳机挂上电竞两个字就很贵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哎，没有，现在真的很多那个键盘滑鼠都以前没办法想象的价格，你知道吗？真的，而且随便一组就两三千。用这个就感觉自己就摇身变成电竞选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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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同声评论一下那两组多少钱嘛、啊？哦，现场朋友可以一起猜一下。没有，因为我说真的啦 ，TT 耳机。它这个 TT 的耳机，其实 TT 大家有了解的话，基本上它不会，就是它的中高阶耳机，它不会低于3000块了。哇、哦！现场朋友可以直接有机会拿到我们价值市价3000块的耳机，你还不留言吗？赶快留言留起来。那那个键盘滑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做那么长啊。哎、啊，你不觉得它做的，不觉得它做的很长吗？它可能里面的包装很精致、哦。对，里面可能有一些包装。对，要送东西吧。Okay. 送礼自用两相宜，好不好？现场朋友们，赶快刷起来！我也很缺键盘。我们现场的女生、女孩朋友、欸，不过它这个是，它这是有线还无线的？因为我看它这边没有线吧，应该。它这个不知道有线还无线的，因为我看它、哦。我觉得现在的滑鼠其实很厉害，是它可以做无线，也可以做有线。对。可是无线有个缺点，就是要补充电池嘛。对，电池。那因为我真的很懒得换电池，我在家里都是用有线的。啊、哦、，OK， 那连我们统神都这么为之惊奇的键盘滑鼠组，以及我们的电竞耳机，你还不想要拥有吗？赶快在我们的留言处下方留言什么？还敢翘起来啊，冰鸟？没错，就有机会。那语气不是这样子，不是还敢起来，是还敢翘起来啊，冰鸟？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样子。还敢翘起来？留起来，留起来，快点！还敢翘起来啊，冰鸟？要惊叹号是吗？惊叹号！惊叹号！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好啦，那现场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是在电竞吧收看我们一期节目，请赶快去下载一期 App， 因为呢，我们稍等的节目呢，只会在一期 App 独家播出哦。想要知道我们的统神跟我们的女孩们有什么近距离的火花接触呢？赶快赶快下载一期 App， 我们待会在一期 App 要把所有资讯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哟。好的，那我们要接下来倒数3秒的黑屏了，你们赶快去下载一期 App 哦。来，倒数3秒，3、2、1，请黑屏。好的，那我们就是，毕竟统神都来到了我们现场，我还是想要好好的考考一下我们现场女孩们对于我们统神的了解度有多少，嗯，好不好？那我先讲哈，你们现在手上都有牌子嘛，对不对？现场看到我们有一个圈的牌子跟叉。嗯。那我现场朋友们，你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你也可以留言。那我们等一下呢，会有一个选择题的答案，我会问一个问题，然后有4个选项，你们要帮我选一个正确解项出来。好，答案有准确吗？答案是你回。哦，答案是我回。对。哦，更正一下，我们只有三个答案，我们只有三个选项。好，然后答案会由我们同仁那边回答。好，好来，大家准备好。第一题，为什么统神会叫统神呢？哎，这一题很关键哦。统神为什么叫统神？来，大家听好了。A， 爱喝酒。B， 长得像统神。C， 很会用酒桶这个角色。哎 ，B 是长得很像酒桶，然后 C 是很会用酒桶这个角色。来，现场没有 A B C A B C， 你们觉得呢？哎、那我们要怎么转呢、啊？要 Q 请举牌。哦，好来，那我们举牌好了，来 A B C， 你们觉得是哪位最快的？来，一二三，那是举手吗？举手，不是举手。抢答了，举手，举手的人可以先回答。哦、好，李维维 C， 很会用酒桶这个角色。我跟他一票，那我们来调整一下，我选 B， 你选 B， 我选 C， 长得像酒桶，嗯，我选 B， 我选 C， 你选 B， 我选 C， 所以现在是只有一个 B， 一 B 三 C， 好，那现场朋友们，我们要揭晓答案喽，你有没有猜对呢？来，请我们的没有，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跟 C 都可以，可我觉得应该 C 比较像，哦 ，C 比较像，我有 Google， 我有 Google。
Google？ 你有 Google？ 我知道，我知道。有用翻译？我很信任他。对。哎，是墙头草，人家选什么选什么，是不是？对，我觉得他会对。还好没有选 A 啊。没有选 A， 他喝酒。可乐喝酒的应该叫酒神啊。对，酒神。不叫统神啊。酒神就是因为，我玩那个。英雄联盟嘛，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古拉格斯，那大家叫他绰号叫酒桶，嘿，哦，我玩得很好，就叫桶神这样子。哦，所以现场朋友们，如果你还不了解我们桶神的由来的话，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桶神玩桶神很厉害啦。对 ，OK， 好的，那接下来第二题喽，以下哪一个不是桶神使用过的英雄联盟 ID 哦，大家记得是 ID， 来 A。吉吉3-0 ，B 尊重、友善、包容、理解，这个很明显喽。再来 C 超帅统神，来现场朋友一起来作答一下。你说没有对不对？对，没有，不是统神，不是，不是，不是。哎，现场有 C 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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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哎，我觉得有人说是 C 耶，我觉得是 C。来来，再听一次，吉吉3-0 ，B 尊重、友善、包容、理解，嗯。C 是超帅统神，我觉得是 C。哎，不需要抢答，不需要抢答，要抢答。好好，举手举手，来，那个李维维小姐 ，C C， 那 C 是什么？超帅统神。我也觉得是，因为我觉得真正觉得自己帅的男人，统神不是这种人，他是真的帅就是帅，他不会觉得自己帅。所以你一直说帅的不是自己帅吗？不是，就是他的帅不需要自己讲啊。因为旁边的人就会衬托他帅，是不是？对啊，我觉得是这样。OK， 那你们两位人。哎，不是抢答，我们是女团，我们一致认定 C， 就这样。我都说了，我就喜欢这样的感觉。来，我们的同学帮我们解答一下，答案是B， 跟 C， 真的没有，没有 B 也没有啊 ，B 有吧？尊重我，那帮我理解没有。那你为什么一直点头？你刚刚一直讲，所以讲嗯。对，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啊。那个他的观众们都会刷这句话，对，尊重、友善、包容、理解，没错，但是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啊。那个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尊包有礼啊，那时候没有过这 ID。好笑。OK，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到第三题喽。来，统神的小孩还是其实有用过啊？有啊，还是其实有用过啊？哎，我怎么记得有？真的有。真的有吗？有的，有的，自己忘记，一定有，自己忘记。好，下题，下题，下题。好，直接到下一题。来，请问统神的小孩，这个就比较，我做很难哦。对哦，统神的小孩几岁嘛？对不对？外号，不是外号哦，外号。外号叫什么？来哦 ，A 小航 X，B 小航 Y， 我 D 小航 Z， 请作答。小黄 X， 哎，对，李文文又举手了，他都知道。你是不是有先做身家调查？你是几多？小黄 Z 是吗？小黄 Z， 小黄 Z， 等等，这边一个小黄 Z， 你说，我觉得是小黄 X， 那小黄 Z， 你不觉得小黄 Z 吗？我记得，你也觉得小，因为你也记得有印象，是不是？我是猜的。他是跟风吗？等一下，不是这题，我要改变问法。好，你说。应该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小航力？什么？对，为什么要说这个名字？谁知道？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一样，就请我们统神为大家解答，这样好不好？好，那同学你先帮我们回答一下。OK， 答案是小航力。小航力。那为什么叫小航力？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以前养一只狗，叫 Z， 叫做小白力。小白力。力。力。小白力。小白力。就我发音不标准，小白丽，小白丽，小白丽，我感觉有点骂人的感觉，小白丽就不来，小白丽。然后大家怎么白丽白丽，小白丽，小白丽，就后来生下来了，把它取错叫小航丽，就这样。小航丽，哇，那我刚才苦恼说，就是会不会以后小航丽就比丽还要出名，然后有知名这样？不会啊，不会。出名要看他能不能赚到钱嘛，他能够赚到钱，不，以后他能够赚到钱养我的话，我当然就是在家里，好，谢谢谢谢。假如说他出名然后靠我养他，那我就把他踢到一边去了。踢到一边，哇，有严重。来，接下来第四题，以下哪个不是我们统神哥哥的外号？外号来 ，A， 疯狗洞 ，B， 鼻涕大帝，鼻涕大师，鼻涕，对，鼻涕大师 ，C， 国狂。来，三位，
这个就有点没想法。如果平常有在看实况的人的话，会比较清楚。我跟风 B， 你是不是？是 B。等一下，我要先暂停一下。请问李维小姐，你是不是追踪我们的同神实况很久？我有 Google 他，你有 Google 他，我真的一条一条的看。维基百科先生，对，真的是维基百科。哇，真的是有在做功课，很好耶。我跟他，那你说 A B C 哪个 B 比例大师？那个 B 的答案是比例大师。你看他自己都不知道 B 的答案是什么？鼻涕什么？鼻涕？你看吧，鼻涕，他真的是猜的，大鼻涕怪，他也猜的。A 是疯狗洞，鼻涕 ，B 是鼻涕大师，这个我也知道。C 是国狂，这个你 Google 我怎么会看到？那是我哥哥的。但是会有看到有绰号啊。哦，有可能会有看到。我选 B， 但是就选没有看到。好，现在有李维维猜 B， 鼻涕大师，那个小颖呢 ？C 是国狂。好，那其他两位嘞？我跟李维维。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次中率很高，可以，对，我要选他。好好，那有请我们的同神做一个解答。我真的能做解答吗？对啊，不知道，我觉得都蛮像他啊，都很像他的，是不是？有没有那个 D 以上皆是？答案是 C 啊，国狂啊，国狂哦，大家有错叫做疯狗洞嘛，然后鼻涕大师嘛，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没国洞就暴动，内湖镇。我们要帮台北市维护好的治安。可以，我接受。就是国狂啊，他说不定之后会有啦，其实他也蛮狂的，他也蛮狂的。下次有机会也可以邀请。对，这次答案是国狂啊，他没有这么说。国狂。OK， 好，来，接下来这一题非常隐私了。如果你真的知道，我真的就是醉了，我真的是就败得一塌糊涂。来，以下哪个数字最接近统神的体重呢？然后，观众的朋友们，记得要把答案刷起来哦。好，来，等一下，你说，这制作单位没跟我 say 啊？哇，没关系，我们这样考考大家。来，第一个，80公斤。哈哈，哎，为什么现场已经有一堆人刷起来了？我都还没讲答案呢 ，Everybody， 好不好？可以给主持人一点那个舞台吗？好吧，先让我讲完。A 是80公斤 ，B 是100公斤 ，C 是120公斤。请问大家，抢答 C 120公斤，真的吗？比较接近哦，比较接近哦。我刚刚现场已经看到好多人在，大家已经公布你的体重129公斤。我们要相信他们，他们说的就是对的。来来来，100几？120，120，120，120。还这边嘞？我刚刚看到有好多人刷129，那该不会还是最更精准的吗？最精准的是吗？公布答案吗？对，同学你说。好，公布答案。答案是120，最接近。最接近。因为我最近一次量有露出的，应该是上礼拜三吧。上礼拜三这么新鲜的体重。那个时候是126。126，然后那个129很多人洗，因为那个我在那个 YT 上面有拍一个那个吃臭豆腐的影片，然后吃完的时候正好去量，哇，真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所以你吃的臭豆腐就多了3公斤，我上礼拜三，谁敢去吃臭豆腐啊？上礼拜三有量是126，臭豆腐很重，臭豆腐很重，上礼拜三有量是126。好，那也谢谢大家这么的踊跃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统神做一个更近的互动喽，你们猜是什么呢？有请上我们的道具。我们待会呢有一个巧克力传情的活动，那先邀请我们的统神先选两位队友，跟队友传情嘛？对，跟队友传情，没错。哇，那这个我要慎思一下，我要想一下。对，哪两位女孩儿可以跟我们的统神做更近距离的互动呢？包含你吗？没有，我自己组啊。你自己，你是两个 leader， 没错。那个统神选完的，我再拿捡另外两个。哦，捡另外。好。对。Hey。哇，很难选嘞。你挑挑看。哇，我想一下，现场如果林一三生气了，我要问一些问题。好，你说。要选那个比较 match 的。比较 match 好。吃饭。因为我们知道饭有分中式嘛、西式嘛、什么泰式嘛、日式嘛，对不对？日式米，对。喜欢吃中式的举手。中式米哦，中式米，
中式的，中式的就是什么饭啊，什么炒饭啊，什么快炒、快炒类似，比较喜欢吃那种中式料理的，对不对？喜欢热炒。好，中式料理。西式的呢？西式是像什么牛排吗？没有，西式是牛排那种的。哦，牛排，意大利面牛排。我也喜欢那个，我喜欢西式，我也喜欢西式。啊，你怎么都喜欢的、啊？对对，怎么都喜欢的。好，中式这两个西式，那日式的呢？日式也很好哎、欸。泰式我也喜欢，韩式、日料也很棒啊。好，算了算了算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个比如说现在要我们在台北嘛，对不对？对。现在要去桃园好了，就玩。嗯，好，去桃园玩。对。那现在天上下雨了，对，那因为开车嘛，对不对？对，那已经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油已经快没了，比如说快没油了，对，现在比如说是去桃园的路上，比如说总共四格油，现在还有一格油是可以开很久啦，对，一格反正是一定到了桃园嘛，是，那你们会选择先加油，还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加油？我先到目的地，然后请大家一个回答，好，来，点位，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台北。那你要去桃园、不要说桃园了，桃园可能有点近，去新竹好了。那你的油只剩一格了，到目的地一定可以。那你们会选择先加油再到目的地，还是到目的地回来再加油？到目的地再加油。OK， 好，我会先加油，先加到目的地，到目的地。到目的地这样子只有。那你的选项呢？你是会先加吗？没有，我是自己一组啊，就是我。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对对讲。OK， 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找到那个心有灵犀了，那个。你刚刚问题还要继续啊？好。还好辛苦哦，找个队友要这样子问人家。泰式的有没有人喜欢？我很喜欢。没有，那每个人都喜欢，那到底要怎样啊？真的都喜欢。那大便有没有人喜欢？没有。烦死了，每个人都喜欢。太重口味了，这个没有人喜欢。不行。那你再问一个问题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对，可以啊。你们的那个喜就是对象好了，身高大概你们的理想的身高是多少？175，173。没有173那么近，人家正好173，那么刚好173，173差不多了。那我174怎么办？就173左右都还不错、啊。175，175，183，183，170到180都可以。嗯，好，那我决定了。好，我要选那个李维维。啊，李维维。其实刚刚前面都只是乱讲的。冷虾尾嘛，对不对？专才艺就是专长是这样，在现场都。好，那还有一位。我还有一位，很难选啊。真的，很重要哦。我先，先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谨慎选队友，因为我们是有惩罚的哦。有惩罚、啊欸，有惩罚的、哦，所以你要完了，不行，已经挑了，就是李维维，李维维，选什么了吗？还有一位可以选，因为他们的那个，我说以外形来说，都是符合我想要的那种比较成熟类型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萝莉眼那种。啊，不喜欢小女孩那型。啊，小女孩那型的，萝莉，小女孩，萝莉，小萝莉，小萝莉，小萝莉。完全。怎么样？他是选妃是不是？脸没得比嘛，那只好看其他地方嘛，对不对？那我选那个。他脚都提出来了。那个。他应该是怎样是怎样。三鸡宝。三鸡宝好了嘛，对不对？就是三鸡宝。因为他有地方比较吸引我的目光。我们李薇薇跟香鸡宝就跟我们统成一组，那典威跟小颖儿就是跟我一组。那我先来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方这边有巧克力棒跟盘子。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请三位参赛者站在这三处，然后呢，你们请第一棒的朋友嘴巴咬着我们的巧克力棒，传给第二位朋友，那第二位朋友再传给我们的第三位朋友。再放到盘子这边，所以请大家不要作弊，同学不要作弊哦，不可以偷咬坏哦，不要咬坏，不能越咬越短，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这个好不真恳的感觉？不要了，不要了，
了，可以了，可以了。好，那我们要准备上阵喽。嗯，好嘞，那请换位同神，我们先来好了。好，那你要先想一下那个我跟你队伍顺序。我已经在中间啦、啊，我要勾住那个什么？可以，那个李维维跟那个香蒂宝，哪一位要站最后的那个放置盘子的？还是谁要当第一棒？我当第一棒。好，第一棒，那第一棒请站这边。好。那同神请帮我站这边，好，那你站这边 ，OK， 好。那一开始可以用手吗？一开始，一开始把第一棒先帮我拿一根起来，对，然后叼准。啊，没错。啊，准备好了吗？好害羞，准备好了吗？不会啦，不要害羞。那我们要计时时间，我是用手放还是用嘴巴放？五分钟。五分钟看可以叼几只哦。等下我用手放在嘴巴放，嘴巴放。没有，你要嘴巴直接放，对，还是你要直接拿着？哦，好，拿着，这样子拿着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计时五分钟哦，数量最多的队伍就会获胜，好不好？来准备，来预备，开始。哦，天哪，好近距离哦 ！Oh my god， 连我都想吃巧克力棒棒了。我的天哪！现场朋友们，赶快，赶快！李维维、oh、还有孔轩以及香鸡宝做一个加油打气，下次不要这样。香鸡宝很生气，赶快！我的天哪！来，接起来，接起来！现场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先预测一下哪一个会获胜呢？香鸡宝这样，你刚刚偷吃了几口？好吃吗？哎、欸，这个巧克力棒很香哎、欸。你们，我看到你在咀嚼，你是在偷吃。哎、欸，李维维镜头没帮我 focus 一下李维维的嘴，他是在偷吃。原来其实是他在那个缩短，他有咬板了。哎，那这样我们等一下咬就会很痛。啊啊啊！快快咬断了！快！来来，快！来，现场朋友赶快过来帮我们的那个统神李维维还有香鸡宝，快点一起帮他们做加油！加油！赶快！旁边有巧克力。然后五分钟太久了。哇，好快哦！他们有点快。我发现李维维其实嘟嘴蛮好看的。哎，你们有计时吗？有在计时吗？有在计时。哎，这个现场会有，这有点快哎！真的，五分钟的时间到底可以咬几只啊？好夸张哦！五分钟，哎，掉地上算吗？这怎么回事？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不算。天哪！哎，那个角度取得很刚好。点位，对，那个角度。江继龙，你再侧一点，对，角度取得很像这。没错，现场朋友赶快一起帮他们加油，加油！哎，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怕如果输掉的话是有惩罚的耶。脚好酸哦。是有惩罚的。好了，时间暂停，时间到了吗？赶快，快两分钟，快两分。哎，还有那么多，哎，好，来，还有，我们看最后大家花的时间是多少。好，来，快，来准备，快结束了，加油，李薇薇，最后一支。好，时间帮我暂停。请问我们的统神队是2分2秒，哎，不能输啊！可以，好不好？以后有这种节目多找我。哎，这真的是给你赚到了，怎么会这样？没关系。怎样？我结婚的。003。要是我没有结婚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会有一些，对不对？什么？我现在心如止水。心如止水，是不是？好，没关系。那我们先请我们统神队先稍作休息。接下来呢，是我们 Kiwi 队。你们走。哎 ，Kiwi 队好不好？那你们想坐哪里？你要第一个吗？你们想坐哪里？都可以。你要哪里？好，我第一。哦，第一棒好了。第一棒。你不在中间吗？我跟你讲掉。我在中间吗？对啊，你在中间。还是你要在中间？我第一个好了，你放，好你放，好我放，我觉得你比较专业。好 ，OK， 专业放。好，大家赶快把我们加油声加起来。我的盘子是比较小。我先问一下惩罚是什么？对啊，好像哈，惩罚是什么？这惩罚也是好玩的哟。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盘子。不公平，这么小盘，刚刚等下那个盘那个掉下去。好，对，我们要同样。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Kiwi 队，我们要来准备巧克力传情了哟。好，开始吗？开始啊！准备哦，来，我们计时预备开始。哎，怎么没有加油声？哎，加油！别讲话，加油！快点！哎，我觉得我好快。OK， 可以。哎，这怎样？快点！好，OK，慢一点，不能少，一直过来。Like go to you。
好喝哎、欸，其实我自己蛮想喝的。嗯，这个蛮好喝的，快快，好用牙齿。快快，我觉得一样，我那个松肉。嗯，我发现一件事情，嗯，我在咬的时候，其实有点会舍不得还给你。不行，真的会，不能输啊！哎、欸，你可以咬尾端一点吗？好近哦。我发现点位是雷队友，点位雷队友，不是他一直戳我嘴巴哎，他一直戳我嘴巴哎，我就发现难怪有那么多的男生都想要去做那个手术哎，什么手术？现在很多那个台湾男生去看，哎，掉了不算，快快快，掉了不算，这怎么办？快快，捡起来吃，快快快，快，可以可以，我觉得这速度，好想要一次吃一把，哎，快快快，什么手术啊？可以。男生做哇，我觉得我一次两个吗？不行啊，要反规。哎、啊，快比速度的，比速度的。哎、欸，我们是有一个频率在的，你有发现吗？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要吃一点苦肉贝起来，我的膝盖，你知道吗？有看到我有一个旋律吗？他在跳舞，还跳舞。哎、欸，这是怎样？这是让我，这是让我，让我的那个膝盖，啊，旋律结束了，结束了，暂停。1分42，谢谢大家。我们赢嘛，对不对？我们赢。哎、欸，其实还蛮好吃的，说实在的。哎、欸，三位其实不知道吐到谁的口水了，你知道吗？我们没花。好。哇，一分，这是什么意思？要第二轮吗？没有，要进惩罚。好，等一下，那个。为你们赢了吗？对。统神。我没有什么感想啊，反正惩罚一定是什么安全之吻什么的，我可以、啊。好了好了，安全之吻是惩罚吗？毕竟要有那个安慰奖，那不如就这盘吧。哎、欸，有没有我们传情过了？有没有？嗯，好了好了，没有看到，我还没有让我兴趣。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惩罚时间喽，来有请。这什么？要选一个是吗？对，牛排牛排，你们没有，通常这个一定是。三个嘛、嗯，然后有一个是不好的，有两个是好的，然后我们三个就要选，是这样吗？对，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毕竟我们一期节目是一个非常友善健康的平台，嗯，所以跟大家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么的残忍，要让你们一定要接受惩罚，嗯，所以我跟大家说，里面呢它是吃的，它是真的可以吃的，虫虫大餐，可是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呢有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是。会让你们吃到苦头的东西，所以你们还是有机会，就是没有尝到那些惩罚，但是这就是要看你们的运气了。所以他们三个各选一个是吗？各选一个是吗？我们现在就要各选一个，三个各选一个，哦，那就看运气咯。对，上班来上班上班来，当然啦、啊，这也没什么礼让吧？先上先上，来选咯。哎、欸，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出统神是不是一个卷卷的男生可以那个吗？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靠感觉，盲选，盲选，靠感觉的。大家你们觉得他们会选哪一个？他在闻，他在闻吗？他在闻，闻得到吗？他闻就可以了吗？闻得到吗？他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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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要感应，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来，我们统神会选哪一个呢？我觉得啊，你说，我先讲做到的想法。好，他们一定想要让我受惩罚，就你看，因为他刚刚送过来的时候，他是这个角度，好、哦，专业的分析来着。所以左边这个，因为离我最近嘛，他想说，哎、欸啊，我可能就随便选左边那个、啊，所以这个一定有鬼，这一定有鬼，我就选离我最近、欸、右边这个，右边这个，那我可以打开了吗？还是不行？等他们选完，对他一起开，你先开。好，来，我们看统神选到的是什么。没错，来，从超辣的，是辣粉还统神，那是苦莲苦黄莲吧？这个不是炸鸡吗？可是上面撒黄莲粉，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苦头。我觉得我们的统神真的是非常圈，拍手拍手，哇哇，选到把你们骑士精神，先把你们最苦的先捡起来了、嗯。哦，所以是他吃那个，我们吃别的吗？ Yeah. 对，你们要有没有拍手？有没有？就在拍手拍手拍手，真的来。谁来？这是什么粉啊？吃吃看、欸，我没有他，怎么没有他？来，你吃完，你吃完，你吃完，告诉我们感受。会很辣吗？你吃看啊，应该不是辣的吧？是很臭吧？是臭吧？就是苦臭吗？苦的吧？苦味，酸，苦。我、哦、那个粉都到、欸。来帮我 focus。
点粉。没错，没办法听这声音，我会想吐哎。跟你们还有两盘，好不好？还有两盘，要吃完吗？它是咸酥鸡加黄连粉，我知道，可是怎么那么苦啊？什么东西啊？黄连粉就是一个非常苦，可是它是非常有助于身体的一个非常良药。那它需要吃完吗？反正两个好吗？因为两个好吗？还有哦，没有，我说我们两个人要选，我们两个选一个，我不信都是好的。你不信都是好的，大家觉得呢？好苦哦，这怎么好苦？来，我们的李维维跟香鸡堡，一人选一盘，先选。好苦啊，怎么苦啊？我选两样苦口啊，土神，你先选。对，哎，哇，香鸡堡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可以吃了，是好的，是好的。哇，哎，他吃完了，我也想李维维，那你可以告诉我来，好吃吗？嗯，很好吃，没有苦口，很好，没有苦口，真的。来，那不知道我们的李维维选的那个是什么？来。李维维，帮我好苦哦！李维维，看一下，也是原味的，天哪！来，由此可证，大家统神真的是很 gentleman， 对不对？来，这两位自己说，有没有觉得身为统神队友非常开心？为什么他会选到黄脸的？他刚刚就一定要再专业分析了吗？嗯，好专业，专业的分析。来，统神有什么话想讲？你说，对于你刚刚的专业分析，说不出话，他苦到说不出话。我妹原来是辣椒粉，你知道吗？看起来很像那个辣辣的。我想说辣就辣嘛，没有。就像咖那个咖喱粉吧，黄黄的。啊、就超恶心的，这你们哪里买的啊？那我们的制作单位就有厉害的地方。对啊，超恶心的，超苦的。它就真的很厉害，而且，哎、欸，你们干嘛？李维维，你干嘛自己吃啊？李维维，干嘛自己吃？啊，那不要拿手，不要拿手，他干嘛？你想干嘛？说，因为还剩两粒，我不会让我自己受苦。你怎么舍得？我记得刚刚做到说还有一个加赛嘛，对不对？加赛嘛。对。你想要玩什么？直接补课。啊，谁补？不是我想玩什么？你要加什么？对，你说。他们都没有受惩罚。我们赢啊！我们赢啊！拜托哥哥，你不能懂英语。我是队长哥哥，你尊重我一下呗。我现在我还是好苦哦，那个味道真的很苦，是不是？那刚李维维吃完感觉是真的很苦，是不是？真的很恶，真的很苦。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臭，臭，臭，是臭，是不是？臭苦，臭又苦，怪味。黄连粉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吃过，所以其实很难去形容那样子的味道。还是整个遍布你整个嘴巴，耶，弥漫都是那个，所以现在还是那个味道，是不是？好，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同学可以放过我们的两个女孩人吗？没有啊，就沾一点。好啊，好啊，可以沾一点，真的超恶心的。沾一点点，我感受一下那个黄连是什么感觉。我要整个喉咙还是好恶心的感觉？哎，这好像有点多哎，一点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很饿？你隐隐想要试试看吗？很像那个药，很像药。不是，我刚刚就说药没那么苦，药没那么苦，它好苦啊！现在我的喉咙还是好苦。所以现在很多药就会做成胶囊啊，就是它真的太苦，所以做成胶囊。可以沾那一点点。我不要啊，对不对？对不对？我这样连喉咙都有，对啊，就喉咙都有啊，好恶心哦！真的，真的，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啊，也是告一段落。那呢，先恭喜我们的点位小羊还有 Kiwi 获得了本场的胜利，耶！还有奖品吗？啊，有奖品吗？有奖品，有香吻一个，好，来吧，爱的波波，爱的波波。那感谢我队友们，好，那这个我们先把它过去，把那个恶心东西拿走啦。对对对。你那讲那个抽奖东西，好，抽奖东西比较好。好，那再跟大家再做一次宣传，你。还不想要赶快拿到我们家的电竞周边吗 ？TT 耳机，还有我们家的 TT 键盘、滑鼠组，赶快帮我留言，还敢翘起来呀、啊？冰鸟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家这两项奖品，因为我们会抽出两位朋友哦，两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家的这两款的电竞周边，赶快留言留言，我们等一下就会抽出了哟，希望你会是那个幸运儿。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的统神想要问一下，你对于今天的整体节目感受怎么样？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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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错，你觉得
最令你觉得兴奋的哪一段？黄连粉吗？不是，没有，因为我开始想说要跟这个女来宾保持一些距离嘛，不能说对回去到时候跪什么003跪主席板什么嘛，对啊，003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哎，003刷起来，雷霆老师，结果没想到竟然这样对我 ，OK， 还可以接受吧？还可以接受吧？你自己吃要看那个超恶的，超恶，而且我刚其实有看到你是蛮大口的，就一粒啊，就一粒啊，有诚意好不好？大家、哦、也是很有诚意的啊。好嘞，那个我们要请一下我们的女团们，就是想要问说你们对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对啊，从我开始吗？好，对，开始。我希望我未来能够在电竞这一圈能够做一个很棒的主持，然后相信自己的实力，能够成为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好，很好。来，接下来我们的小颖儿，我希望成为一个很多人看的实况主。很多人看的实况主？那这样不行，那这样不行。你怎么样？实况主就要敢拼敢冲啊！我敢啊！所以指那个干嘛？黄连，那都不是，还说那都不是，还说你想要当一个很好的实况主。糟糕了，欸、小颖，我今天光看见自己跳，对啊，给你自己跳哎、欸，这是什么节目效果啊？啊真的很苦，感谢你的诚意，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是我不敢拼下去，真的，来，跳，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来，要试试看吧，隔壁的。来主持，哎、欸，黄连润喉、欸，我刚刚吃过了，但是他没吃过。对，黄连润喉。哎、欸，我们同甘共苦。好，我们毕竟是同队长，毕竟还是要。这个真的会红、欸，这个真的会红。好，下一个有什么展望？对，相机老会跟我们分享。对，如果太崇高的话，就要吃黄连。你要不要也想要当一个实况主？简单一点，我希望可以带给在哪边。啊，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欢乐，这样就够了。太害怕，请一个，太害怕了。李维维，我要传说上 S， 来，有哪团的朋友们，赶快把以下联系电话号码，欢迎 call out 进来，好不好？现场朋友们，好了，那统神呢？啊，我吗？对啊，或者是你对我们女团未来的期许？哦，就是反正就是尽力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电竞这个市场，虽然说电竞这个市场蛮大的，可是其实电竞也有跟很多相关的，包括实况啊，包括 YT 啊，包括一些，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些旅游啊，拍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拍一些什么，其实也跟电竞差不多啦，就是有各方面都可以去尝试啦。对，不过下次要吃这个，之前跟我讲一下，要先跟你 say 好，对不对？也不是 say 好啦，至少要帮我准备他妈两桶水吧。两桶水是不是？有吗？我刚刚。那这样就不叫，这样就不是玩酒桶了，是玩水桶。水桶啊！我跟你讲，我刚刚吃那个，对不对？对。然后我喝水，然后可是我水下去的时候，没有味道更重。因为顺下去了，对不对？味道更重，我只要赶快喝饮料，喝饮料，饮料有那个味道可以盖过去，对不对？OK 了。哇，好恶心。好吧，那也谢谢我们的统神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Kiwi。谢谢。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赶快帮我们留言，因为我们要抽出两位幸运儿，获得我们家的电竞耳机，或者是我们家的电竞滑鼠键盘组哟，好不好？赶快留言留起来。那也非常感谢现场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的朋友们，赶快帮我们追踪一下电竞电玩者们，因为呢，我们会有不定时的直播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你的更多资讯。那我们下次见喽！还要感谢一下赞助厂商，赞助厂商，我们的 TT 邀约赞助我们这么棒的键盘跟耳机，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好的，那电玩者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